两点声明向社会大众来道歉。吴淑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，用沙哑的声音表示对于扁案造成社会不安公开道歉。第二点，他也表示未来将会按照停期来出庭，不再请假。结束两个多小时的庭讯，吴淑珍的护士帮忙推轮椅准备发表声明，此时的镁光灯始终没停过。吴淑珍面容憔悴，始终皱着眉头，甚至手舞不停挥舞，希望这一切能快一点结束。尽管支持者的加油声不断，疲惫的吴淑珍仅勉强的点点头，好不容易到定点准备接受媒体采访，对于闪不停的镁光灯还是相当不能适应。麦克风堵上去时，甚至皱眉，面露难色，全程照稿念。那个各位先生女士哦，我一下今天有两点简单的声明哦，因为这个案件牵连了许多的无辜的亲朋故属哦，付出社会付出庞大的成本啊，本人亲自表达歉意哦，不应该去介入这些事情，往后我也会反省检讨啊。才刚开口说话，吴淑珍一度停顿了好几秒。第二点，已经起诉的案件我会坦然地面对审判，在身体许可的状况下我会随传随到，现在还在侦查中的案件我会尽力地配合特侦组的调查，谢谢。结束两个多小时的庭讯，吴淑珍看起来体力已达上限，最后道歉声明只花了一分钟，就赶着要回家休息。九零七的林家园综合报道。而我们知道。